很好用的。70岁以上的年纪大的人啊，吹一下就去了。这个太厉害，这个平时可以上学用哎。这个吹风机是我不刚用。近日，薛之谦上疯狂小杨哥直播间测试吹风机，搞笑行径让网友直呼：这真的是在带货吗？吹到脸歪的模样也让网友笑翻，说两人合体直播真是太有趣了。是你们上架的吗？是买我的毛都吹干净了。平时不是他有后坐力，有后坐力。他有后坐力，后坐力有这么大吗？这个吹风机我从来没见过，好好玩啊！70岁以上的年纪大的人啊，吹一下就去了。3、2、1，走。哇哇！哇，灵魂出窍！真的可以这样？这个太厉害，这个平时可以上学用哎！啊，真的可以这样？对，比如说啊，爸爸爸爸，我去了，我去学校，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可以。哇，兄弟们，我发现谦哥真的好聪明啊，真的是人才耶！哇，你看，哇飞了！哇，好聪明啊，不仅歌。很好用的。